兄弟，我很有钱，我能给你转账100块吗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世纪大闹。哎呀，我们三兄弟好久没给大家拍视频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户外给大家拍一个不要放弃挑战。哦，那么规则是什么呢？规则非常简单，我们三个人轮流单人在这个大广场上面戴个耳机，其他两个人啊对他发号施令，叫他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最后看谁先坚持不下去谁就输啊。哎，这不就是自闭挑战吗？哎，这个可能比自闭挑战更加自闭，是个升级版啊。哎，不重要，关你听没听懂，看就完算了。开始啊，搞起来，搞起来。我们六道轮回上去了啊！我们先测试一下连接质量。六道，你先大喊一声：“六道轮回是个大傻逼！”六道轮回，说：“六道轮回，大傻逼，大傻逼。”双手举高，对对对啊！然后呢，对着垃圾桶闻一下，说：“好香啊！”对，闻一下，闻一下，闻一下，进去，伸进去，闻一下。哎，对对对，趁现在有人，哇，好香呀！旁边有个石凳，你闻一下那个凳子，然后就说哇，这也好香啊。对，闻一下，狠狠的闻一下，哇，这也好香啊，哇，这个也好香呀。我是不是可以回来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只是热身，我们要开始正戏了啊。对，给你来一段很中二的台词，怎么说啊？先随便找几个人。现在地球危机四伏，现在地球危机四伏。黑暗君主达克赛德马上要入侵上海。黑暗君主达克赛德要入侵上海，他人都不见了。地球现在危机四伏。黑暗君主达克赛德要入侵上海。黑暗君主达克赛德要入侵上海。要不要加入我们美少女天团一起对抗黑暗势力？要不要加入我们美少女天团对抗黑暗势力？怎么说啊，兄弟，来不来？怎么说？来不来，兄弟？人家根本就不理他，为什么不理你？起身啊，到四子，然后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嘞。我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个，我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个后空翻，后空翻，来开始后空翻，后空翻，什么？什么后空翻？后空翻，打滚吧，是吧？在地上游泳，就在中间转圈，疯狂的转圈。对对，翻一个，翻一个，翻一个。好了好了，起来了，我太羞耻了，就是。啊，是不是结束？有没有情侣？去找一对情侣，然后去找男生加微信，就说这位小哥哥，我看你好帅哦。啊呀，小哥哥你很帅，我能不能加你微信？啊，没有，我只是问一下。回来，他居然做完了啊！有点太他妈恐怖了，有点顶，有点顶，完来底了。你看你平时给人家这么多挑战，自己上什么感觉啊？自己上就觉得太难了。下一个是谁？下一个林佳琪，我来吧，我来。林佳琪，可以，双手举高，双手举高，这就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早就开始了，对着那个路牌跳钢管舞，哎，钢管舞，要非常的性感妖娆，钢管舞。一边跳一边大喊，我说钢管舞天王，要充满了自信那种。我是钢管舞天王，我是钢管舞天王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有点难点，有点难点啊！就找一个路人，就是说我是微笑小思思，让你的心也跟着我微笑哟。对，一定要比那个动作哟。快跟追上去！不是。他在干什么？你就对旁边那个人说吧，也可以。微笑小思思，我是微笑小思思，让你的心也跟着我微笑哟。让你的心也跟着我微笑哟。啊、传递微笑的小思思，传递微笑的小思思哟。要记住小思思哟。要记住小思思哟。往人群中间找，然后就地趴下俯卧撑。哎。说我就是健身的 king， 我是健身的 king， 要大喊，我是健身的 king。就你想象你是一头奔跑的雄狮，对，在人群当中奔跑，啊，这就是非洲大草原，然后奔跑在一个地方，一声咆哮就啊，我是车速的沙，就要奔跑起来，像动物世界一样。你这是兔子，不是雄狮，要雄狮，雄狮雄猛。大喊，我是非洲的雄狮，我是非洲的雄狮。哎呦我的天，不是，进化了，达尔文进化论。
再来一遍啊，心理建设没做好。对，在一堆椅子那儿跑 S 型，跑过来跑过去，椅子那里一堆人走到他们中间啊，我是雄狮，我是雄狮，我是雄狮，大声点，大声点，我是雄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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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太菜了，那你来，哥我说了有点太麻了。怎么说？你来，还最后的呢？我早就解放过了，一点都不怕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实力者，对，实力者，实力者，实力者，直接上去趴在地上，没有必要的。嗯，来吧，你就随便抓个路人吧，好吧？抓路人，然后你跟他说，我好有钱，我好想给你转账100块。我要真的转吗？还是还有这种好事？我要真的转吗？你反正有钱嘛，就转吧，随便。能不能去客串路人，兄弟？我很有钱，我能给你转账100块吗？做到有人转为止，好吧？啊，做到有人转为止，这么夸张？你就坐着那个老大爷，这个悄悄咪咪坐过去，嗯，大爷，我很有钱，我能给你转100块吗？我们不需要钱啊，这大村还需要钱啊？不需要，他们都不需要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已经解放了，无所畏惧啊，无所畏惧，你无所畏惧了啊，好好。兄弟，我很有钱，我能给你转100吗？不需要，大家都不需要。行啊，找一个路人，你问他我帅不帅，让他给你颜值打个分，你说你给我打个分，能打几分？好啊，你这样前面那个帅哥，帅哥，你觉得我帅不帅？给我颜值打个分，你觉得多少分？80啊，辛苦，谢谢兄弟。80分，为什么他真的给他打分？是的呀，为什么？你再这样，你再找路人，又还要找路人？那你就抓了他，你就说我是视角记，我很有名的，能不能给你签个名？我拿什么给他签？我们这里有吧？找一个纸笔，好吧？一早就准备好的东西吗？我 B 站有200多万粉丝，很有名的，能不能给你签个名？保值的，保值的。你好，小姐姐。我 B 站有200多万粉，我能给你签个名吗？能保值的。赚钱的，赚钱的，真的能赚钱的。我不需要。我想到一个了，给他签名，然后就说我转给你转100块。我还要转，行不行？然后签完之后你就说我帅不帅，给我颜值打分。啊，你找个年轻点的大爷大妈，兄弟，哎，就他就他。根本就不理你，找个年轻点的。兄弟，兄弟，我 B 站有200多万粉，我能给你签个名吗？保值的，转100块，转100块，快点。兄弟，我还能给你转100块，你需要吗？然后你觉得我颜值能打多少分？很高。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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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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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，你回来，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个不要忘记挑战就好了。不要麻挑战了，太麻了，实在是有点太麻了。但是最后只有你成功了，恭喜你成为我们这个游戏的 K， 没错，什么 K 啊？下一期开导他，还有你。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看开不开心啊？如果觉得我比较麻，点个赞；觉得我比较麻的，点个硬币；觉得我比较麻的话，点个收藏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。点赞超过10万，6道再麻一次。可以可以，他带。